我来了，黑色剑士。我哋首先嚟抽咗个方题先啊，希望今次有180抽、190抽，或者系200抽。咁当然啦，其实唔系越多越好啊。如果可以抽到我冇或者系今个词嘅新角色，咁就更加好啦。俾大家睇下呢只 game 究竟有几佛心。喂，你唔好吓我啊！真系，哇！而家一对啦，黑色剑士配黑色智障，喂喂，有冇黑色噶？而家咗咯，已经，好似应该系有嘅，但系我冇抽到咯，所以我都唔系好记得。总之我冇嘅角色咧，我根本就唔会记得佢有冇出现过，同埋都唔知佢有咩技，我冇玩过，鬼知佢有咩技咩？系咪先？朕日理万机啊，唔得闲理啊！抽到就玩，抽唔到唔玩，唔理。好，第一张啦。首先想要智障先嘅，因为佢有个大嘅弱点属性。Yes， 喂，呢个画面其实都俾佢 fix 咗好多次嘅，成日都以为中系出和真啊，但系佢唔系出今次嗰只啊嘛，仲要系非常之旧嘅版本。哇！都系第一仗啦，哇真，哇屌有够大，哇又系啲旧到扑街，已经系旧到唔会用嘅角色，60抽暂时得两彩，摩多下一句，还要咁快，可惜我哋嘅黑色剑士唔系揸双刀，唔系骨头真系可以摩多下一句，嚟啦！智障，哇是嘢咯，呢个铺咧系唔会有 up 嘅，所以系咁歪噶啦。因为佢咁多只角色，四年所有角色摆埋同一个词，真系好难会抽得中。所以官方就算送你无限抽咧，你都未必抽得到嘅。你只可以抽翻嗰啲有 pick up 嘅角色词咯，咁你就会抽到啦。唉，呢只我都有啦。不可惜啊，暗熟物理角而家有暗影大人已经搞掂晒吓，90抽缩咗咁多，之前85抽、86抽，好似上一次系180抽啊，我唔记得咗啦。总之上次差唔多200抽啊，哇，今次得咁少，好失望。仲要系冇张系新嘢，都话咗唔需要重复咯。呢一只 game 佛心嘅地方就系唔需要重复，净系歪啊！都已经歪到扑街，你就可以攞重复嘅角色攞去卖，顺便突破佢。唉，而家就冇啦，睇下抽咩先。女仆池复刻，哇屌，争啲揿错，呢个都系复刻嘅，唔系呢个，呢个1.5倍啊！我呢度27000只，90抽，希望两只都中嘅。不过最首紧要咧就系智障，有一次揿勾，今次应该可以揿勾啊。要还翻啲石俾佢啦，周年勾咗一波，唔通真系要还翻？哇哇，抽唔到唔使打竞技场，不过而家抽唔到咧，抽唔到今次嘅两只咧都维持到1000以内咯，都系照用翻上次嗰个阵咯，都系拉拉 Tia 四周年嗰只。喂嚟啦，吓死最话真系唔中，一张变咗张。希望出智障先，咁我先有动力再抽埋和真。哇！得翻40抽咋？我咧介斯巴士，哎呀！哇！一张智障，一张就系和真啦，系嘛？我已经预估到未来嘅结果啦。呢个就系我所写嘅剧本，首先先出和真，然后再出智障，系受揭晓啦。虽然次序调转咗，但系 OK。下一张就系和真啦，系咪？男人，喂，唔系佢个基友啊！如果系平时嘅我咧，抽到女咧就应该收走嘅。但系咧，呢、這个黑色剑士就太型啦，同埋真系好劲，我真系想要佢。系咪都就系抽到冇石啦？算啦，唔争再抽埋佢啦。哇！
佢有冇啲咩一千石池啊？即系嗰啲 step up 池咧，通常都会第一下俾你抽一下噶嘛。冇喎、啊，哎呀，屌佢 step up 池系要货金噶，冇货金，免费制只可以继续抽呢、這个。喂，抽唔到喎、啊，点算？冇喎、啊。Oh my god！ 忽然间谂起我当年嗰句，以后唔抽禁断角色系冇错嘅，因为永远都系抽唔到，我永远都系后尾先歪噶嘛。唉，黑暗和真，黑色剑士。虽然啲技冇乜特别啊，都系要讲多次佢招大技拔刀禁断的穿穿孖轮拔刀斩，最特别就系加暴击率全队。唉，不过好彩都抽到只智障，因为佢有个大弱点属性，所以我想要佢。咁你都可以见到咧，其实我冇和真啊，冇智障都可以维持到一千名以内，所以系咪真系劲到要抽呢？就真系唔一定嘅。但我就想抽新嘢玩一下咯。咁我最后队伍就系咁砌嘅。用翻嗰只拉拉 Tina 输出啦，因为保和真啊。头两关保双怪，而家只要一见到保双怪，我即刻谂起芙莉莲。普攻，呢只 Megumi 都几好用嘅，有冲能，跟住有弱点属性 EX， 跟住求其再配多只弱点属性。咁就可以俾到对面两种弱点属性效果，都几衬。王咧就得一只，所以今次单体弱点属性都够用。弱点属性，炸咗先啦，唔好讲啦。跟住就。拉拉 Tina 再破咗个三层防先，开大加攻，弱点属性好啦，跟住就可以开晒啲技，最后再开，最后再开克里斯嘅减 CD。有埋呢个反击咧，我谂今次。应该唔会差得过和真啩？我见和真啲技都系两招两连击啫嘛，我觉得拉拉 Tina 应该都 OK 嘅。嗱，俾你睇，哇哇哇哇！我一招技打二十万血以上，呢队都几多 buff， 所以唔使担心话自助一定要三个 buff 以上先触发到。有我而家六个 buff 咯，真系唔惊，而且都冇一个系禁断嘅大技，禁断大技好似系计嘅。有人讲翻覆到样嗰下咧，原来唔系触发唔到，而系因为佢打死咗，所以冇触发到。呢只 game 唔中意鞭尸啊！好多 game 咧都中意鞭尸噶嘛，即系咒术啦，咒术你死咗，你已经肯定死紧啦，但系佢都要开晒所有动画俾你睇，或者系之前 Wonder Pan 即系咪一只咩爱丽丝 Flashion 嘅，嗰只都系噶，即系嗰只怪咧，你嗰一下咧一定系杀得死嘅，但系咧如果你开得多余嘅技能咧，咁佢都会继续做埋个伤害俾你睇，呢只 game 唔会。不过听讲 LC Fashion 已经收咗皮，都话咗噶啦，嗰、那个 Wonder Pan 真系唔捻掂啊！佢好似得翻 Flash Fever 啫，日版台版已经收咗皮啦，真系惨！我哋由开始睇到佢结束，好似都冇新作啦，得翻只 Flash Fever。Cash Fever 我唔觉得佢可以同怪蛋咁劲咯，至少我都冇听讲人玩啦而家，但怪蛋真系到而家都系咁 hit， 轻松二百万分，好劲喎！哇，如果我
唔系揿错掣咧，中间勾揿咧，应该30000分应该系冇难度嘅，300000分应该系冇难度。哇，其实个增幅唔系好大啫，而家600名伤害，哇，过18千万、10万、8万、100万伤智障，仲话佢系智障女神大人啊！而家已经变咗做超级犀利，克里斯依然都系咁劲。拉提娜可能摆咗后排咧，少咗前面十几秒嘅输出，所以少咗好多伤，可能用 Megumi 会好啲。咁就系咁啦，我哋今日玩到呢度，我哋下次人再见，我系 Link， 拜拜。